自无忌惮。礼记是儒家典籍之一，由汉朝戴胜所辑，为十三经之一，内容多是孔子的弟子及后学所记。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上古时期的礼俗仪式和儒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。在礼记中庸中，孔子说君子有德性，经常奉行中庸之道，行事不偏不倚，既不会太过，也不会不及，小人则反其道而行，任意妄为，没有任何忌惮。后来肆无忌惮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，用来形容人恣意妄为，毫无顾忌。形容人恣意妄为，毫无顾忌，语本礼记中庸。使用类别，用在蛮横胡为的表述上。语义说明，形容人恣意妄为，毫无顾忌。相似词，为所欲为，肆意妄为，横行无忌。相反词，安分守己，循规蹈矩，谨言慎行。例句，这些歹徒的嚣张行为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。我看到一只老鼠正在饭桌上肆无忌惮地埋头吃着蛋糕。以上为本堂重点，我是成语化重点小老师明月，我们下一堂重点再见。